锋弯曲，弧度为36度，刀厚1.8毫米，刀身长18厘米，以130磅力掷出，旋转一圈只需要0.7秒。优点是快、准、轻便，缺点是易于自伤其手。哎呀！你到哪儿去了？十几分钟一杯咖啡冲不好。好了。哎呀，很苦啊！哦，我忘了放糖了。你搞什么鬼呀？连杯咖啡都冲不好。我去拿点糖。等等，我有事要问你。昨天我不是叫你把支票送到耀辉贸易公司的吗？为什么他们打电话来说没收到？对不起，我还没有送去。你昨天在外面干些什么呀？逛街？开心？不是，我要去买文具。啊，说到买文具啊，我还要问你呢。昨天会计说你买700多块钱的文具回来，干嘛那么贵啊？东西很多吗？不是很多，10件8件而已。10件8件要上千元？什么文具那么贵？并不贵啊，一把开心刀就要400多块啊。什么？花500块钱买一把开心刀？老板，还差30块才500块呢，这并不是一把普通的开心刀。有什么特别？镶钻石吗？镶钻石的那把要3万多块，我买的这个只是镀金的。你赶快把支票送到耀辉贸易，快点。是。这把飞刀名叫弯月，是明朝的古董，特点是刀锋弯曲，弧度为36度，刀厚1.8毫米，刀长18厘米，以130磅力掷出，旋转一圈只需要0.7秒。优点是快、准、轻便，缺点是易于自伤其手。你们这儿可不可以打折？42000块有点太贵了吧？啊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老板。我见你对这把飞刀这么熟悉，我还以为你就是这儿的老板呢。这把刀的确很贵，不过古董飞刀十分罕见，是物有所值啊。我也正在存钱买它。您看中了这把刀吗？你们收支票吗？我们收现金的。支票？糟了。小飞，怎么今天没拍戏啊？哎，演员没档期，星期天才拍呢。小飞，你不是收藏了很多把飞刀的吗？拿出来让我看一下，怎么样？你也有兴趣了？
哎，快拿出来吧。好吧。你看，这些飞刀啊，比较细小，流线型设计，重量集中，优点是速度快，刀锋特别锋利。缺点是呢，他们刀身太轻，命中率不高。哇，真厉害，一定能出彩啊！出彩？什么出彩？是这样，星期天拍的那场戏啊，拍的是飞刀，古装片吗？什么名字？电影叫做《铁金刚勇破飞刀党》。是外国片，是国产铁金刚。是这样，因为我来不及选购飞刀，造的道具飞刀又怎么比得上你珍藏的飞刀呢？所以我想借我的飞刀拍戏。不行，我们会付道具租用费给你的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我怕你们弄坏了我的刀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很小心的。我才不信呢，你们只顾拍摄，怎么会照顾他们？万一丢了怎么办？他比我的老婆还重要。胡扯，你哪有老婆呀？银行的存折就是我老婆，他们比钱都重要。好好好，你要不放心的话，来跟厂看刀吧。那道具租用费是多少？300块。不用谈了。500。我的刀就值500块。哎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的预算有限。1000，你知道的，我再攒钱。好，就1000。说好啊，我可得跟着。没问题，到时候你可以做我们的顾问了。小飞，谢谢你啊。把地铁拿过来，再拿一个七百瓦的来，先放长点，小心点。弧度是27度，刀厚0.2厘米，刀长9厘米。好了，机位不错，真不错，但还是弯月好。抓紧点时间啊！小飞，要泳抛了。哦，行。哎，你吃早饭了吗？没有。别为了攒钱连早饭都不吃啊！给你，我只有这个。大家抓紧时间。全世界准备。开始。嘿，去死吧。咔，动作太生硬了，再来。预备，开始。咔。哇，滚。哎，你真棒，又中了。我说，你让他过来一下。好的。哎，大哥，导演叫你。对。预备，走。怎么着？你玩真的？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还差2公分，不会失手的。导演，我可不干了，这小子玩真的。好了，这场戏就这样吧，回去再说。大家收工了。小飞，往后几天的拍摄都要用你的飞刀做道具，没问题吧？不行，我要上班呢。那么可以把飞刀留下吗？不行。我一定要亲自看着他们，交给任何人我都不放心。小飞，一场朋友，帮帮忙嘛，没有你的刀那就不联系了，不联系就没法拍，导演会骂我的。哎，你也不行，我没工作做吧。好吧，朋友一场。哎，一定要好好保管他们啊。哎，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你的刀，不会让他们有任何损伤。小松过来一下。你好，我姓陈，
刚才看见你的刀法好厉害呀。啊，你好，我叫李飞。啊，李先生，这里说话不太方便，我们到餐厅谈谈好不好啊？啊，走。来，请问两位先生要点什么？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啊。就点咖啡吧。好的。好，我也要咖啡好了。好。李先生，你的飞刀技术是百发百中呢。啊，过奖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是香港的一个正当商人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我愿付10万元聘请你替我杀个人。杀人？嗯，这种事情我不会干的。哎，李先生，你听我说嘛。不不，对不起。哎哎，真是个胆小鬼。哎，李飞躲在休息室擦他的飞刀啊，而且口中还念念有词的。你终于看见他擦飞刀了。他常常擦飞刀吗？你是新来的，这么大惊小怪。他经常擦他的飞刀，嘴里念着弧度啊、刀身啊什么的。哎，他不是有问题吧？是。那谁知道啊？有一次我看见他掀起西装，腰里挂着好几把小刀呢。是吗？不是吧？这还不止呢。有一次我看见他在休息室里对着苹果练习飞刀，说起来，他的确百发百中。是吗？哦，还这样。他干嘛练习飞刀呢？我想，李飞，他可能是小李飞刀的后人吧。嗨，胡说！我说李飞啊，可能是个杀手。不，我看他没那个胆量。他不会是个精神病吧？嗯，我看有可能。嗯，我们还是少惹他为妙。嗯，想起来有点恐怖。就是。你们都在这儿呢。好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你好，您早。你们好，玩去喽。哎，宝宝乖，别乱跑。嘿。真厉害，叔叔，你再表演一下飞刀吧，我想跟你学一学。嘘，我再表演给你看。嗯，李飞，经理有客人要倒茶，可是没水了，快去换水吧。马上。哦，别动我的刀。嗯。对不起，迟了。小伟呢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在厨室玩呢？哎呀，这孩子，走吧，快走。没事吧？刀不能玩，谁跟你玩刀的？这是谁的刀？怎么刀乱放？是我。你怎么又把刀带到公司了呀？老板，可以把刀还给我吗？最后一次，以后不许带刀进公司，否则我立刻解雇你，知道吗？是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对不起了，不能带你们上班了。我不能丢掉工作，我还要攒钱买弯月。等我下班了，我会尽快赶回来的。
什么事儿？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，干嘛？什么事儿啊？哎，那个李飞啊，看来他是真的神经有问题啊。老板不准他带刀上班，可是他用塑料刀和开心刀偷偷练习飞刀啊。哎呀，啊！我们快把所有的力气都收起来吧，免得他发疯的时候伤及无辜，尽量避开他。千万不能刺激到他呀！是啊，可别惹他。我要去接线，有带进的吗？没有。你们怎么了？真想你们啊！要不是为了攒钱买弯月，就算是失去工作，我也舍不得你们。小飞，一起吃午饭吧。好啊。小飞，刚才是你的同事吗？嗯。你们的关系好像不太好啊，他们好像刻意要避开你。哎，你要融入他们的圈子里才行啊。我只懂刀，又不懂逗人欢心，怎么融到他们的圈子里？你的同事大部分都是些女孩子，当然不能跟他们谈刀了。难道让我跟他们谈恋爱啊？这样吧，女孩子通常喜欢占小便宜，你买一些水果零食，他们会喜欢的，然后就跟他们混熟了。我在攒钱呢，买面包也嫌贵。要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是要付出的。我要买弯月，就是那古董飞刀。嗯，啊，给你，拿着。哦，这是1500块，是飞刀租借费和你的演员费。你只要花50块，就已经足够买那些零食逗那些女孩子了。不好，10块。哎，别这么吝啬嘛，30块好吗？不行，就10块。哎，行行行，随你。同事们，我买了水果，谁吃啊？不用了。我刚才吃得很饱。行了，留着你自己吃吧。谢谢你，我正在减肥呢，不吃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刚才真的很险，幸好没有刺激到他。但是看他是一番好意，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不过分，不过分。不是你说的吗？他这个人有问题，说不定啊，在水果里下毒了呢。我们这是自我保护，不过分。就是嘛，你看他一个人又躲进了休息室，说不定又在练习飞刀呢。哎，你那么同情他，就派你去看他干什么呢？我当然是你去吧。还是你去吧。我还是他去吧。我不去。沃克，还是你去。又飞了。快，谁过去看看呀？怎么办呢？他又飞刀了。怎么飞上了吧？可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我怎么办法呀？老板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李飞又在飞刀了。岂有此理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吃苹果。吃苹果要关门吗？没有啊，你看，我在拿刀削苹果皮。别说了，有的同事告诉我说你在公司又玩飞刀了。我在削苹果皮。把他外衣给解开。哎，你们，老板。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你被解雇了。老板，
我主意已定，求求你老板。李飞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动。老板，这有一只蟑螂，你最怕蟑螂的。李飞啊，以后要好好的工作，不要再带刀上班了。这些钱你拿着吧。小飞，是我报，我应该等你下了班再把刀还给你，没想到害你丢了工作。不关你的事，这工作不做也罢。同志们又不和善，给他们买的水果他们一口也没吃，要不是攒钱买弯月，我早就不干了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有什么我能帮上你吗？你不用担心，我早就想好了。是吗？嗯。我说你想怎么样？老板，我很喜欢刀，而且对刀了如指掌。就像这把弯月，它是明朝的古董，特点是刀身弯曲，呈36度。哎，别动别动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请问老板，需不需要员工啊？我太爱刀了，希望在这工作。哎，别摸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店铺这么小，骗那么多人干什么？我一个人足够了。哎，老板，是我啊，我还是想买下那把弯月，你看能否打打折，降5000块钱呢？42000，铁价模。哎呀，就是贵了一点嘛。这可是唯一的珍品啊。哎，我知道，我再想想啊。哎呀，老板，等等，这把弯月能不能先付10000定金呢？啊，好，好啊，付定金后3天内付清余款，否则定金就没了。你可要想清楚啊，做生意嘛。啊。相框啊，相框，来，大家看一看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啊，过来来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哎，5块钱一个，5块钱，啊，哎，对，多买几个啊，好，好，3块，哎呀，来个绿的，啊，好好好，哎，拿钱，快来，对，你不请我，我可以自己当老板。买，嗯。买，怎么办？怎么喊他？我必须卖出去。买菜刀，谁买菜刀了？价廉物美的好菜刀，谁买了？快来看看，锋利无比。菜刀，来看看。菜刀有什么好的？你们看，这些菜刀锋利无比，用了它们犹如庖丁解牛啊！只卖49.9元，50块不到，很便宜的。看一看，切菜的，是进口的吗？外国的月亮不见得圆呢。这把刀是我亲自加工的，非常锋利，削铁如泥的。真的吗？那可要试试看。是吧？看着不错，回去一用就不行了。试试啊，来看看试试。哎呦，这也没有砍断，什么削铁如泥啊？不行啊，拿来。你太过分了，干嘛？我有钱，钱不是万能的，这把刀是有生命、有感情的，我绝不会卖给不爱惜刀的人。哼，神经病！说的哎，我是厨子，我爱刀，我要一把。好啊，你是厨子，我相信你。你先给我讲一下怎么保养它。你卖不卖？不懂得保养方法的，不卖。去。走。看来还挺锋利的。嗯，用来当武器最好了。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的也不卖，快滚吧！我要买下所有的刀。是你，李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茶过期了。过期了？哎，龙井是绿茶的一种，是不发酵的茶，我比较喜欢黄山毛峰。你对茶很有研究。哼，跟你对刀一样。哎，李先生，上次可是42000块啊，铁价不二。数一下，哈哈，真是不错啊！哎，老板，我决定了，我要买下弯月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已经被别人买走了，你来晚了。你看这个，嗯，行啊，小子，你还有这张牌啊？啊，看我这个，哎，我大你一点，我大你两点，哦，行了，算你赢了，来，拿钱。哎，你们还在赌钱？还不去干活？马上去啊！你也快去啊！干什么？你小心点好不好啊？这破板子有什么要小心的？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怎么，陈建才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去！你吓唬我，以后想清楚再说。去！有啊，来了。嗯，给。你白痴啊！我要冻的啤酒，这个啤酒在厕所。对不起，我给你换个新的。看什么看？
对不起。我也对不起。真不讲理。讲你个头啊。算了算了。这瞎子欠揍你。这种人真是死有余辜。哎呀，你这个年轻人呐，真没有公德心啊！哎，你个死老鬼，看什么？还不滚呢？滚！他只是个醉汉，只是个爱赌的小子，不至于死啊。可醉酒也不能打人呢、啊、这种人呢、啊、少一个算一个，算不上替天行道，就算是为民除害吧。最近看你情绪不高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失恋了吧？喝酒喝酒，喝酒都比追女孩子容易啊！来喝。哎，这个吧，来了。是吧？哎，昨天你们几个又打牌了？啊，哎，你听我说啊，上一次啊，我做了一把好棋，是吧？那你抓呀！嘿，哎呀，这高兴的事啊！哎，今儿我请客啊！哎，好好，敞开喝，喝定了，喝定了，你请客。只要你愿意，这些钱都是你的了，你就不用站在街上等别人买你的刀了。不是每天都会遇到像我这样的豪客买下你所有的刀。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钱？为什么选我？因为我们互相不认识，你也没有什么案底。这应该是最安全的选择。杀人是犯法的，是不道德的。哎呀，这个目标是死有余辜的坏人，你杀了他是为社会除害。对呀，你说的没错，可是我这人呢，心细他胆儿也细呀。哎呀，胆儿小就喝酒嘛，喝酒能壮胆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啊。哎，喝喝喝。哎，那个小王半打青斗。哎，来吧，拿。对不起啊。靓女，谢谢。
小金要交学费了。我哪有钱呢？那我自己想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是200块。哎，小姐，一起喝杯酒吗？你别走啊，一起喝杯酒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。小姐，你一个人很危险，我还是送你回去。嗯，走吧。谢谢你。嗯，进来喝杯茶吧。好。请坐。妈妈，哎，叔叔好。叫什么？我叫陈军。你爸爸呢？我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他爸爸走了。为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你要是不想说，可以不说的。没关系，我前夫酗酒厉害，醉酒后更会失去常性，对人乱打乱骂的。我怕小金受不了，所以在2年前离了婚。妈妈，我要睡觉了，但是这个英文字我不懂。妈妈没读过书，不懂英文呢，你查字典吧。字典里的中文字也很深。那就查中文字典吧。可是。来，哦 ，happy， 就是欢乐的意思。哦，这个字就是 happy。谢谢你叫小金。谢谢叔叔，我以后功课有问题可以问你吗？可以啊，不过我也不一定懂啊。你懂的，你懂的。小金，别闹了，小孩子的话不用管他。没有关系，反正我现在也没有工作，可以暂时为他补习的。那怎么行？我要，我要。别闹了，小金。你看。不能耽误了孩子。我能付的工资很少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没关系，反正我现在也待业呢。那好吧，谢谢叔叔。来，我们念下一页啊。没一起上学校，我然后我去上班。是，就算是吧。穿得真漂亮。我没有学历，也没有经验，平时我是在餐厅做清洁的，有时候也去当临时演员。有一个导演说，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要让我去试镜。所以我尽量穿得好一点。你要去当临时演员？去哪儿试镜？丽景酒店411房。啊，祝你成功。谢谢。哎，跟你李叔叔好好学啊。我走了。再见，妈妈。哎，你妈妈有没有带你去看她拍戏啊？没有，妈妈不准我去。她每次都涂那么多口红和化妆品吗？不是啊，我可不喜欢妈妈化妆了，
我觉得妈妈没化妆的时候更美。哎，你自己学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是谁？她丈夫。她骗我说是导演，叫我来试镜。她说要拍照，后来又叫我脱衣服拍，我不肯，她就打我，还想非礼我。我可以找朋友介绍你的，以后你别那么傻了。我从小没有读过书，什么都不会，做清洁赚不到钱，做临时演员又不稳定，我已经两个月没有拍戏了。有机会，我当然想去试了。我实在太蠢了。你为了钱，为了小金，我明白。但是你可以找你的前夫商量。前几天我去酒店找过他，他只有300元，给了我200。那么没想过再婚吗？我以前想过，可惜我是一个婚姻失败的人，现在还带一个儿子，有哪个男人愿意娶我？总会有办法的。我爱你。什么？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你搞什么呀？疯了？我是认真的。以后你也可以不去工作了，我会照顾你们母子俩的。别傻了，我们会是你的累赘。请你放心，我有能力照顾你们。我有20万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中了彩票，请你嫁给我，也好让小金有个好爸爸。爸爸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前夫确实该死，害得妻子生活贫苦，又令儿子没有父亲，他不是男人。我是小红，听说你是拍电影的。是啊，有没有女的给我们哥几个介绍介绍？是，不是吧？听说你只是个外联制片，哪有那么多女朋友？哎，你不信呢？我拿一个你看看。哎，这是个新人，小红想得发疯了。前两天在酒店里，我跟她聊了一天。不可能吧？她人这么漂亮，怎么不可能啊？哼，现在的女人都想当演员，
你不知道啊？是吗？那可……哎呀，还真不错啊！你谁？你以后不准找他人啊！干啥呀？还有朋友？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哎呦，你找朋友？住手！听见没有？住手！走！听见没有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什么？啊！这个放什么？发什么疯啊？小金要交学费了，我哪有钱呢？那我自己想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是200块。哎，小姐，喝一杯怎么样？让你别走啊！哎，这是我的定金，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到时你不愿意可以退款。哎，你要杀的那个人叫陈进才，去查他，看他是否该死。婉玉很快会被王先生卖掉，有了这5万，他就是我的了。怎么样？好，钱我先收下。来，快点，春莲，小飞哥，正好帮我一下，把他扶到我家去。好，来，来，小心。慢点。哎，到卧室吧。这是哪儿？这我很熟啊。这，爸爸，爸爸，小金，你爸爸喝多了，看着点，我去拿毛巾啊。哦。
想你们了。这样，来，你抱抱。儿子，你是爸的好儿子。好儿子，别动，真乖。乖。好儿子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春莲，爸爸，啊，好点了吧？嗯，你先吃点早餐吧，我要送小金去上学了。爸爸，昨晚你喝醉了，是妈妈和小飞老师把你抬回来的。啊，是的，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在路边呕吐的很厉害。好了，小金，咱们走吧。哦，春莲，我。又不是第一次，死性不改，都习惯了。小金，走。春莲，你别走，我答应你，这次我一定要改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洗心革面，戒烟、戒酒、戒毒。走吧，上学去。春莲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每个月都给你们生活费。春莲，你以后你就不用再去。再去什么？我不想你为了钱和别人那个。是谁跟你说的？我没有啊。是不是小胡说的？他是外联制片，他说有老板请他当导演，叫我去试镜，想不到他别有用心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没有做你想的事。走。小金，来，过来。爸爸先送你去上学，然后去上班，好吗？好，我让爸爸送我。乖孩子。春莲，相信我。我什么角色都可以做啊，
不论路人，死尸，被殴打的，抢钱的，撞车的，色狼什么的。色狼轮不到你做。色狼怎么了？我当然可以的。色狼我来做。你来做色狼好啊，你来做男的，我来做女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去死吧你。你怎么不相信我？我演女的演得好着呢。小飞哥，小金，妈妈，怎么样，功课做好了没有啊？还差一点点。小飞哥，这是上星期的补课费。哦，这个就不用了。啊，我决定用朋友的身份来教小金做功课。那怎么可以？有人在吗？开门开门，陈进才先生在不在？开门开门，你们有人吗？陈进才先生，陈进才先生开门。你怎么不开门？常常会有这种陌生人来找陈进才，一定是来讨债的，不用理会他，免得惹上麻烦。不过这个人来过两次了。妈，我饿了。啊，小金，请你吃薄饼好不好？我最喜欢吃薄饼了。请客的应该是我，你已经不收分文替小金补课了，怎么好意思还让你请客呢？别客气，我已经答应过小金了，他默写90分就我请客。那好吧，我去换衣服去。小金呢？嗯，今天上哪家啊？我去哪家都行，只要能吃上薄饼就行。陈琳，爸爸。哎，你好，乖儿子。哎呀，哎，爸爸今天发工资啊，那也不用去上班，我带你去吃炸鸡好不好？好，我要跟爸爸去吃炸鸡。嗯，小飞老师，我下一次再跟你去吃薄饼吧。啊，没关系，去吧。陈琳，你也来吧。我有些事儿不去了，你和小静去吧。哦，小飞老师，你去不去？不了，我有点上火，不去了。那好，我们去了。啊，再见。妈妈再见。走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要的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对我和小金很好，我也很感谢你这个月来对我们的帮助，你是好人。但是你明白吗？我只当你是好朋友，是小金的家庭老师，希望你别往别处想。对不起。
妈妈，开心吗？啊，开心。你看，爸爸给我买的火神兽，已经很晚了。小金，洗个澡，赶紧睡觉吧。啊，嗯。他明天还要上学，下次早点回来。好啊，一定一定。我走了。小金，你不乖，你怎么能让爸爸花那么多钱呢？不是，是爸爸说要买的。他说他现在工作很努力，而且已经进了赌，所以剩下一些钱就可以给我买些玩具、买礼物。你看看这些多好玩啊！对了，妈妈，爸爸还戒了烟呢。刚才我没见他抽过一根烟。真的？是真的。哦，对了，爸爸还让我把这个给你。新人呐、啊，真是没有功德呀！喝那么多酒干什么？你走开！哎，不关你的事。哎呀，你走开！真没出息啊，真没出息！哎，小林师傅，休息一下啊，没事吧？啊，你怎么不喝酒？为了我的家人，我决定不喝酒了。我决定把坏习惯都给戒掉，我的人生啊，充满希望。小林师傅，你也别喝酒了啊！这不关你的事，你走。哎，我不想见到你，快走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喝酒伤身体的，别喝了，别喝多了。你不，我不喜欢。我送你回去啊，解套你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快，你快走。好好好，回去回去。走走走，哎，走，没事的啊。你必须得走。好好好，走走走，来，走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味儿啊？干什么？心情不好啊？不关你的事。啊？那就谈谈跟我们有关的事。怎么样？一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。决定了没有啊？决定了，不杀人。啊？那好，把定金还我。那些钱花光了。什么？定金花光了却不卖吃？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？妈，我时间吗？钱我可以慢慢的还给你。就凭你？多久？一年？两年？钱我不要，只要陈锦才的命。可是你不能强迫我杀人的。为什么不行？你，你，
不算今天，我给你三天时间。三天后，这把刀上要有陈金才的血，陈金才不死，你就死。师傅，在哪可以找到陈进才？陈进才？对，在哪可以找到他？昨天他好像辞职了。辞职？啊？为什么？来了一个好像挺有钱的人找陈进才，应该是他的亲戚嘛。那个人好像很关心陈进才似的，哎呀，不停地劝陈进才到他的公司工作，说工资比这里多一倍。哎呀，听说呀，有个陈进才的亲戚，提供员工宿舍什么的，真令人羡慕。儿子，哎呀，现在这小子可真正了啊！走，小姐，昨天我看见你和爸爸妈妈在逛街。是啊。哦，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。爸爸已经戒了烟，戒了酒，戒了赌，而且他现在十分努力工作赚钱。听说他转了新工作。是啊，他刚刚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，职位还是主任级呢，而且还搬了新的大房子住，房子正在装修，爸爸现在变好了。所以妈妈也原谅他了，是吧？你呢？我最爱我爸爸了，他就是打我，我也爱他。四中大中银行的职员来了，说我不在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但是他坚持要见你。说我不在。你好，您是陈建明先生吗？我是。啊，我姓郭，我代表大中银行来跟阁下商讨债务事项的。贵公司向我们大中银行借取了500万贷款，已经过了还贷期，而且拖了半年之久，仍未收到贵公司的还贷。我们希望贵公司能够在3天之内还清所有的债务，如果贵公司无力偿还的话，我们会申请清盘贵公司的。再通融一个月吧，我很快就会有一笔钱，
住到公司，到时候就可以还清了。这个我做不了主，我回去得向我们领导做汇报。那就跟领导说一声。好吧，那我们走了，走。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期限的最后一天，也是陈建才的死忌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不找其他人呢？你就当自己倒霉吧。我提醒你，要么杀死陈建才得到20万，要么杀死你失去一切。我想你会选择吧。我不会杀人的，我宁愿死，我也不去杀人。我再说一遍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等你的好消息。事情办妥后，我自然会还给你。就算今天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这把刀上要留有陈建才的血。如果陈建才不死，你就死。小黑老师，你要干什么？进来。你出去。哎呀，你疯了吗？竟然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！你不想见我吗？我带来了你想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想要的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啊？我已经替你杀死了陈进才，这是他的右手拇指。小声点，嘘，让人听见怎么办？右手的拇指，不信可以去验指纹。他的尸体在哪儿？你要我办的事已经办妥了，
给我剩下的15万块钱，并把我所有的刀还给我，我就把藏尸的地点告诉你。刀我先还给你，没证明陈进才真的死了，我是不会给你钱的。你想过河拆桥吗？嗯，我做好了报警的准备，如果现在拿不到钱，警察就会找到藏尸之处，还有啊，里面有你买凶杀人的录音。什么录音？这个我不用先得到你的同意吧？好好，小芳，查查陈进才今天上班没有。好，您等一下。好，如果你骗我，我杀了你。老板，对方说陈进才今天没有来上班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好吧，照你说的办。藏尸地点，好。哼，当你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，恐怕陈进才一家三口我叫周德华，是香港律师，我是陈进才父亲陈森老先生的遗产管理人。陈老先生在3个月前已经去世了，依据他的遗嘱，所有遗产将会传给他与原配妻子所生的儿子，即是陈进才先生。可惜我一直找不到他，所以只好登报寻人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么遗产到底有多少？我不能透露确切的数字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那是个大数目。您现在可以带我去见他了吗？请你放心，我一定带你见他。但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请讲吧。如果发现陈进才死了的话，那些遗产怎么处置？依照遗嘱，如果陈先生不在人世的话，那么遗产就归陈森在香港的妻子所生的另一个儿子所有。您这么问，是不是他已经死了？
说他们不能够延长我们的还款期，而且将会申请清盘我们的公司。完了，完了！这把刀是德国制的飞刀，1990年出厂，长15厘米，重680克，特点是刀身坚硬、笔直，适合初学者。这是什么刀？听着，你们要记住，千万不能用飞刀伤害人啊！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记住了，记住。请问您开班授徒吗？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8点就在这儿，费用全免。啊，好好好！哎，大老板，怎么样，生意好吗？托你的福，还不错。什么时候还我道具费啊？什么道具费啊？哎，嗯。好，还你一个拇指。